大家好，2021开春运势来喽。我们来看看今年十二星座的工作运势怎么样，今年是不是不想再被同事们塑胶了呢？好，我们就来看看哦。因为今年凤梨星是在下位以上方的关系哦，所以2020是非常适合转职的一年。今天我们就用塔罗牌来告诉你该去哪里找到好工作呢。好，我们在心里默念三遍哦，我想要找到好工作。好，我们来看看第一张塔罗牌是一，第一张是一哦，第二张呢还是一，再来会不会还是一呢？我们来看看，还是一，第四张呢还是一，噔，答案已经非常的明显哦。年后想找到好工作，上一一一各家幸福企业任你挑。